气宝盆洗涤豆味。这就是七八分。好、哦。因为这就是安那，本来这大碗啊做垃圾的所在。好、哦，做垃圾的所在时，阮就讲，哎，这来大家都来个用做这较大碗碗啊。那看阮的前中后，就知影讲这大做垃圾了后，这张树啊，因就这我甲撤掉，剩下的人都啊撤掉。撤掉的时候哦，阮想讲本来要那个用地美化啦，口袋公园。结果这张树啊头吼，结果还在咧挖。啊！你挖的时候，阮就怎甲都甲保存起来，卖甲乌掉，卖乌掉，阮就怎用一个啊？这个这这算小米的爸爸，啊，啊，就是怎怎伫外口，啊，爸爸一定伫外口赚钱嘛，啊，所以这个阮就甲用做聚宝盆，就是这树啊头就是聚宝盆安尼，啊，你无看伊的手怎当聚宝盆安尼，哦，所以爸爸嘛真辛苦啊，啊，妈妈爱照顾照顾家庭嘛，足艰苦啊，吼，安尼，所以阿爸咱若大汉拢爱友好爸爸妈妈，啊。那请问那那这张树啊是什么树啊？这张树啊，人搁咧讲讲做美国葡萄啦，哦，是咪是？我唔知啊，所以吼，不然我咧讲的时候，看他阿都有咧发硬，阿都有咧无大，安尼。当初是安怎想要把它错掉？因为阮来想讲，这树啊大大只吼，阿得用敢那像安尼会定路嘛，搁不然阮想想的，大家都咧讨论。那会顶顶路，我唔知影伊那会顶路。讲有当时啊，咱若讲有只要过，敢那像直接看到无虾米，敢那像安家摇个摇，对哇吼。啊，所以阮想讲，安尼嘛袂使咧，等下底我咱嘛莫甲好掉啊。吼，所以阮就讲无来画一只小米的爸爸，安来当一只聚宝盆，吼，啊伊当吼算讲大外口安尼。哦。诶。刚毋是有树荫，伊本来要袂本来是这张树啊，正大张，对啊，啊去用撮掉，哈人撮掉，毋是你撮掉，没阮撮，都是人撮掉的。像喊你，来，像要甲伊撮掉，来，看这边先，因这种唔知像撮，我唔知啊，算阮嘛无注意甲看讲像撮的安尼啦，啊所以就是讲这别人撮掉，啊阮就讲这树啊头。本来要甲乌掉嘛，啊，讲爱做你画哩，安尼所以阮都唔敢甲乌，嘿，都唔敢甲乌，都继续乌掉哩安尼，互伊看下都画起来无安尼。我想讲，遐是一个三角窗嘛，那有一丛树啊是真好个代志，有树荫啊，真好。所以这树啊，头拢也都青青个吼，拢也都有咧画，安尼。啊，看讲，阮有逐工吼，这地主拢有咧压水，啊，所以看下当个画起来。感觉足奇怪呢，这怎啊看无虾米人，一个人给错掉，无人知影。对啊。这真匪夷所思。OK 啦，哈。你这社区敢是最近才开始？哎，为啥？